我以后袂阁遐尼啊喜欢，我要实实在在过日子。等一下，豆豆来吼，尽量就好，莫勉强，咱先做家己哦，才会幸福啦。哎，桂田啊，我咧讲一句是啥意思啊？李可欣哦，自细到做大汉，我想了解伊的，伊哦，这人就是较浮夸啊，嘛就爱水，所以过这种朴实的生活，对伊来讲真困难呐。刘慧婷，经过这届打击，我是真正决定，我要重新开始，好好啊做人啊。知啦知啦，跟你讲顺嘴，那年纪要创啥啦？因为。我真正想袂到，过去我对恁做出遐尔侪无好的代志，结果恁竟然拢无甲我计较，甚至即届阁愿意替我跳出来来指控李俊豪，我真正感觉足感动的，嘛感觉足见笑的。哎呀，你们干嘛见笑了哈？因为你耍的拢只想好我行啊，好我改革自身，这有什么负担？哎、欸，阮大家是会甲你定聊聊的啊。你唔通哦，甲咱吹鸡吹尔，你爱讲会到做会到，无死到，你只爱交无朋友，我会讲。我知，我拢已经听入去啊。我即卖已经啥物拢无啊，就无简单再得到恁遮的朋友。我真正无希望，阁失去任何人啊。尤其是我对不？李可欣，你有发现无？咱两个好像就是条命运的线，牵条条。哦，想要扯到这边长呢？对呢，我起来目记啊呢。啊，恁两个拢是互修养的，啊，搁住伫附近。哦，这可能真正是哦，天公伯有注定的哦。所以，阮两个唔才一点呢，相爱相爱。小玉，你哪？你是感冒啊？啊，无安尼啦，阮家就是附近，你来阮家坐下，我叫妈炖鸡汤给你啉。去恁家？有无意？咱即马阁是普通朋友，我也无什么代志，想要去恁家。你安尼敢袂伤过重去啊？无啦，我无迄个意思啦。啊，着最近哦，迄天气变化伤大，我是真正惊你感冒。啊，而且。你搁还袂答应我的追求的，我是绝对不敢轻举妄动。原来哦，你人缘这么好，就是因为你有礼貌，搁体贴，什么代志拢替人设想。小绿，你还好吗？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安尼凶凶搞恶的，我真正就没关系呢。无啦。我就是看你甲慧婷还阁有亦凡，你种相处的状况哦，我才了解这好朋友哦，真正长时间相处，唔才有这种友情。啊，阮就做伙大汉的啊，阮是顶头爱饲着个囡仔，我嘛是算做伙的啊，你知影无？我去别人因家哦，拢免饲玲玲的嘞。啊，而且哦，有时阵哦，阮阁会安尼互相乌白叫迄对方哦，厝内底是大哦，叫爸爸妈妈的。你讲这是真的假？正经的啦，你拢唔知啊？我其实啊，自细汉我就是一个啊，顶杠有名声，下杠有出名的大吃货。不管什么时间啊，我咧酷酷吃，酷酷吃。啊，厝内底物件来吃不够啊，我就会刷去伊饭店啊。啊，伊出名呀，伊拢会甲我吃饱、吃饱饱咧。一直吃啊，我就足欢喜的。啊，我若欢喜起来，我就去叫伊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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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啊。啊，所以，我妈就讲哦，你这哦就是标准的有奶便是娘。That's right。其实哦，我真就欣赏你诶。你看，我是独生女，啊，厝内底背景哦，我叫你特殊。
我拢是独来独往，若无身躯边哦，就是缀阮爸迄阵少年的，所以我根本无机会啊交着朋友。哎，爸啊，啊你后壁拢有对细汉的，哎，真很酷哎！酷你的头啦！我嘛希望为了跟你同款，有一阵做伙大汉的好朋友，好无？那呢，即摆还佫会过啊？因为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，我是讲沈律，虽然哦你是无参像我这样讨喜啦，啊，不过哦像你这种侠女的性格哦，应该蛮最受欢迎的。你看，其实就之前哦，李可欣刚还无进总的时阵哦，佮李俊豪做伙啊，对你做出的一大伤害的代志啊，啊，你佮愿意啊，你佮斗相共啊，我真正感觉你巴肚真大。这一码归一码。啊，李可卿哦，是爱着较惨死，啊，无咧用头壳，才会害人害己。啊，拄则伊嘛有讲啊，伊要重新开始。其实哦，我嘛足期待。我嘛是爱，其实我对咱的未来哦，我嘛足期待。吴博义 ，Sorry, madam。这未来哦，是爱靠家己哦去创造的。明仔哦，还有三个 case 要开庭，唔知影资料你准备好势未啊？啊，我知三个 case 啊，我等你哦，过你回去了我就去准备。OK。行。俊豪，今仔日是妇孺团体的餐会。一群查某人哦，公开甲你指控你对卡来手来性骚扰了。哎，我实在是想无，我唔知你是一款品行的人呢。实在太尴尬了，也唔跟因讲，拢唔是事实，一切拢唔通相信。你是代表一品上台，你都要负责任。一品哦，明仔载估计那是因为你的代志哦，叫上来。我一定爱你负责任。江大海，我知我唔对啊啦，我拜托你，给我一摆机会好不好？海哥啊，俊豪哦，伊嘛无遐能力，会当承担基本的责任吗？你是不是会当给伊一个会当弥补错误的机会？你甲我听好清楚，对即马开始啊，你袂用个过去甲我回答任何媒体的问题，啊嘛袂用个去参加任何公开的活动，更免阁写一篇的文字，也阁有，你若是阁做出对一篇公司的权益有害的代志。我是叫你离开一品哦，你要听清楚。海哥啊，其实这个代志嘛，袂当完全怪俊豪伊一个人嘛。啊，你今麦这么严格对待伊，安尼无啥公平。俊豪就是因为有你这款的妈妈，所以才变做一个哦。无责任感的人，在我来看，这叫做顶牛不正，野牛歪啊！海哥，我也无做唔到什么代志啊，卖怪我。有做唔到代志，还是无做唔到代志，恁家己心内真清楚。恁好好啊反省一下。海哥，人拢走啊，搁为你遐创啥？真正是讲甲袂袂少，实在是气死啊！拢是迄个刘贵啊，无代无志叫我代表去配合，去参加啥物妇女参会，害我叫迄阵小查某，想你个遮尔凄惨。你讲这边的餐会，
是李有贵叫你去代表的。除了伊，还佫有甚物人？身边又带着这么大事，真正不知道要做甚物时阵，真正是气死了。李有贵哦，真正是生鸡卵无放鸡屎有啦。我即马就来去找伊，好好算账。叫俊豪代表一片酒台讲话，是要创啥啦？你若是卖这么低步吼，俊豪嘛袂在迄种公开场所去让李可欣遐个人安尼创空啦。哎呀，这话唔是安尼讲的，小妹，这边哪会怪怪咧？啊，我无怪你，无我是要怪谁啊？海哥即马对俊豪已经足袂谅解啦，伊甚至国讲吼，俊豪若是搁在一片出包，就要直接甲伊赶出去啊！我真正是想哦，你这个做爸爸到底是想要甲伊斗三工，还是想要害伊啊？啊，天底啊，哪有你这种爸爸哈？规工哦，在乌窟啦，互家己后生跳啊！我哪会知影李可欣啊，会晓用招来不接触，甚至哦，搁闹陈亦凡、沈佳宜因迄阵人来啊！啊啊！所谓万分啊，做一届算。啊，这我嘛无法度体谅的呢。你这个人吼，真正是理由借口怪大堆呢。你这个人真正是无救啊啦，无救啊，无救啊！哎呀，你我哎呀，气死你！哎，莫来，莫哭啦，好啦。都莫给拼啦！啊，莫哭怕你。哎，怕我背书是怕囡仔共管的，我小解释一下嘛，袂用的啊。就是袂用的啦，刘贵啊，我即马警告你哦，俊豪吼真无简单，有这个机会会当重新在一片阁徛起。你这做爸爸的哦，若是甲毁掉伊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吴小妹哦绝对袂帮你出来。你有听到无？有啦，有听到啦。有听到就好啊，我希望吼你家己好好记在心肝内哈。姓胡逼拢是一挂哦，小查某，哎呀，怪命啊！哎呀呀！哎，一凡啊，啊你唔是要替你阿妈买物件，啊那坐我来吃。我就想讲哦，既然出来啦，就买一个无同款物件转去啊。而且我最近哦，迄外口物件我拢食剩啊啦，我就想讲哦，买几包转去，啊家己煮，买当友好你甲阿妈。头前迄间哦，就是牛排进口商自营生鲜牛肉店，咱来看嘛嘞。哦，哎，这间店袂歹嘞，有你捷站出到边啊，你啊。嗯，是啊，真正足方便嘞。Let's go。
先去啦，行行行行。这店人气足夯的呢，当然啊，因为把品质好，生意也做得更好。你来看嘛，好啊好啊。嗯，这摆品质哦，确实袂歹啊。嗯，尤其是买牛肉的现场看到。像就这种有合法的中央工厂哦，生产的较安心。是啊，因这牛肉平价实在，啊选择够多啦。嗯，迄不管是我哪位煮火锅，哎，中小烤肉被用的肉啦、海鲜啊，该选就对啊。嗯。您好，欢迎参观看卖哦。阮的低牛筋啦，主要是食淬炼牛肉的营养，包地主的脂肪甲腥味，对所有人拢是足好营养补充品哦。主要进行连锁牛排餐厅的，我都不会过来。马克阿妈的料都足介意呢，安尼哦，嗯，拢讲吼精神啊，体力有变好，所以买啊，我都用电商网站定时过来送过来，其实上天厝的，真正够方便的。对吼，啊中秋节要到啊，啊上这做礼物吼，会当四大人补身体、补健康嘛，袂歹啊。道理呢，我看下买来送政府一个来补一下。嗯，安尼我咧。啊！恁爸爸敢无煞保健康啦？今嘛中秋节有活动，买较会好呢。你好有心啦，早提传好啊，放伫厝，早就准备啊。哦，安尼就对啦。算我这爸爸无白疼你啊。假讲诶，我们两个多少？无问题。阿忠哥，阿英，你说要拿什么东西给我？哦。就是这啦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要给你吃营养品。啊，最近伊在照顾亚军，一定足忝的吼，这要给你补身体的啦。阿忠哥，这样花很多钱呢，安尼我就拍谁呢？不会啦，啊，非得吼，这种物件阮兜足多的啦，我一个人嘛吃不完啊，你替我倒吃啦，你就收起来，卖客气啦吼。哦，那安尼我收起来啊，多谢你。啊，对阿英，您照顾亚健的时阵，若是遇到什么困难还是问题，做你找我，我拢会当斗相共哦。阿忠哥，你最近怎么突然那么关心我？我就替嘉文咧关心的啦。啊，嘉文唔是出国，我就想讲咧照顾亚健的时阵。顺便看完那些蔡正祥，跟我咧乌白来无啦？你说先生哦，其实先生他很照顾太太嘞。他每次上班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卡丢英小姐，他就会来看太太，就是那个杰西卡。但是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啊，他会欺负太太呢。我就看不惯，所以我就修理他了。吼，那口杰西卡，敢那也像欺负弱小？伊进前都是亚军的闺蜜呢。啊，搁抢伊个红婿，伊就趁嘉文无伫个时阵，你看卖这杰西卡敢有做啥物歹代志，伊拢甲记落来。等嘉文回来，我叫嘉文甲教死。啊，忠哥你放心，我知道要怎么做了，我不会让他有机会伤害太太。这个阿兄，哪会甲市场的人这么熟？我拄则敢那有听到，伊讲要甲刘嘉文讲啥？敢讲这个阿兄？其实是刘嘉文派来监视我甲正祥的。你这个死变态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？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呢？阿英啊，你哪敢怕？我当时是变态啊！你以为我都不知道啊？你从市场里跟到这里来，你一直看着我胸部。虽然我身材很好，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子看啊！你真的够恶心的你。阿英，你。小姐，啊天气这么热，啊你给我看一下下，
让我眼睛吃一下冰淇淋，闹要紧啦！南拉哥，什么叫就看一下下？你从市场跟着来，你看很久了。我警告你哦，你不可以再跟踪我了哦。还有，再聊一下嘛，一下下就好啦。哎，你哪个学上场？我知啊。奇怪，因两个今麦是伫个安队出啦，杜家唔是搁伫个开讲，那雄雄变了呢？哎、欸，阿爷唔晓找到杰西卡 ，IBA 啊冲啥？对吼、哦，伊敢咪是来偷看阿爷的？刚刚已经知影阿爷是车祸拍去这个亚军的啊。我看，等快演一下好不啊，你把手盖演戏啊，呀。再一下下就好啦。我不要，你走开啦。一下下就好。你阿忠。你喝烧酒醉了吼，我转头白喝汤，我白来哦。无啊，啊我也无创啥。小姐，歹势，你喝酒醉，莫插袂就好了。对了对了对了。我敢有看唔到？无可能啊！小姐啊，啊你边底在创啥？吼！原来就是你这个歹命在边啊，我才会去卡到因啦。小姐，歹势啦，我拄仔去卡到，但是做啥拢唔知，若是有啥物无礼貌的所在，请你多多包涵啦。对对对啦，一定是安尼啦，迄大概拄的迄个杰西卡拢无好代志嘞。嗯，啊你唔赶紧走，阮永盛市场无欢迎你啦。但你嘛帮帮忙，恁市场遐尼啊吵，家属阁遐尼啊多，我都无想要来。聪哥，我拄只拍你足大力的，你稳住无啦？哦，平常时看你这么温柔，我怕人，佫这么有气魄咯。对不起啦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无要紧，无要紧啦，我知影你的演戏，佫扛得住。还好你反应有够快的。我第一次看你阿忠叔叔哦，佮查某囡仔这么有默契。这个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。你两个是好阿伯，底下有白讲啥？你讲啊，阿英拢该约起来啊。啥？你敢讲别人哦？啊，你家己嘞？我哪有？啊？哼！哎，太久，你真要帮我啦！我妹说我妈住院，我现在赶快汇钱回去啊！好啊啦，别搞卡啦！我已经知道你在骗我，你搞借钱哦，根本就不是假登的事，你提大叫！谁跟你讲的？跟你讲宿舍人拢知影，你跟阿明逐天在大叫，更是要骗我！我赌博是为赚钱吗？你知道我曾经多少钱吗？你要怪罪有什么老用？到最后赶快嘛是输了了啊！现在你会当认为讲在大叫会当赚钱？你是运气比别人较好，还是你有在做善事啦？啊！现在你认为讲你免打拼，就有人会送钱给你啊？不想借就不借嘛，想那么多干嘛？阿凯啊，你真无简单，有这个机会会当在台湾做事，你才好好打拼几年啊，就当回去你的故乡过好日。结果呢，大家在那跋筊，把钱拢输了了，还欠这么侪钱，你什么拢无啊？你有什么面子会当在这几年出来人啊？那是我事，不用你管啊！好啊，你的事情我无啥物管啦。那我借点钱啊，给我。我现在是有钱，我你干嘛跟你借、啊？我就是无啥物，你继续跋筊啦。你干嘛借钱？借来还我。那天都说好下个月还钱，大家都说好的，你怎么现在不用还钱啊？你刚是因为你骗我，讲你要寄钱回去，我才借你的呢。叫你骗我，我你阿姨怎么还我？你放心啊，我钱还你，你给我记着。太久啊！啊，你是在玩啥？无啦，无啥。迄业务无奖金嘞，迄清款的公文，毋是已经送去总裁遐，刚刚也被签。报告经理，
公文即摆搁藏伫总裁遐，可能哦，得爱等伊倒来上班才有法度签。你即摆是安怎啦？啊，明明业务部的代志，我就会当做主啊。啊，即摆还说，我伊点头才会用你。啊，即摆奖金发袂落来啊，是咪安怎啦？啊，即摆搁要等偌久？经理是嘞啦，我真正拢联络袂到总裁，所以我嘛唔知影讲哦，到底是该搁等偌久？真的有可能啊！迄总裁拢真要紧公司的代志啊，就算讲伊出国，嘛无可能无接电话啊。伊要出国迄天，伊有敲电话给我，讲爱取消机票。啊，不过落尾我都拢已经联络袂到伊人啊。原来刘佳无出国，嘛雄雄失去联络啊！伊即马到底在舞蹈几出啊？好啦，好，你先等伊无用，我搞那再过来处理啦。是。你来这是没送啊？我就讲，我就感觉迄个新来看我阿英怪怪。我拄则经过市场的时阵，看到伊甲迄个邱梦中两个伫遐开讲，因看起来敢那熟识真久啊。不过唔知道是安怎煞雄雄冤家起来，我愈想是感觉愈奇怪。我感觉伊是演戏给我看。演戏给你看？你安尼讲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迄、那个阿英敢咪是刘嘉文派伊来的？无伊哪会对谢亚军这么好？阿英就是亚军的看护啊，伊对伊好本来就是应该啊。等下，安怎？你是不是也感觉怪怪？敢咪这么拄好？阿英哦，再无几工呢，阿刘娇就讲伊要出国，即马嘛找袂到伊个人，伊敢会是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偷偷避起来，甲咱监视，看咱哦是毋是有好法对待亚军？所以迄个阿英，敢真正就是刘娇文派来监视咱个呀？应该真有可能啊。毕竟哦，监视这个代志啊，刘江伊专门的啦。那安尼，刘江文敢唔伫你办公室装什么监视器啊？是窃听器？你放心啦，我咧提防伊啦。我伫在办公室的时阵哦，拢会检查一遍。好佳哉啦，你即马做代志哦，是较认真啦。毕竟哦，我袂摕到贾家所有财产啊。凡事较细腻的才比较贵，会好啊！你紧转去啦，以后尽量莫来公司找我，甲别有人去怀疑。好啦，那安尼，你有时间爱记得来陪我。好啦，我知啦。那是生活无度过，你会使甲我开除？咁就需要来这里做什么？我就算是夭死，也袂去找你。你请我过我，即摆你拄着困难，我甲你斗相共是应该。这一钱你摕去。你免摕这种出卖良心的钱来侮辱我。
当初若不是你跟外行勾结，伊片根本就无可能去外行抢去。今仔你干变干嘞，拢是你害，所以你唔免直接给好心。但是我无甲共党合作，伊的能力，一片渣满马一摆你的手头。不过今仔我做一片的总经理，总共无人嘛，所有人拢会认为是你想要退休再搞总经理，嘛算是替你当正面子。替我老正面子，安尼我唔对，应该感谢你啊。对啦，我是应该好好跟你说多谢你才对啦，因为你互我了解，竟然会当有一个无血缘关系的囡仔，我受用你，然后辛辛苦苦家己养大汉，竟然会当为着家己的做出这样无人性的代志。伊阿妈需要一个孙来替伊对付李武贵，妈需要一个后生来替伊拍败刘湘梅。对李家来讲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工人，恁对我根本都无任何的感情。翠凯，你放着你家己的良心好好想看卖，对你敢真正一点感情拢无？无需要，拄只我一定讲啊真清楚。这事要退唔退，随在你。你若是不想要你，你先就等掉。真正是头尾按西平出来款的，阿凯，想袂到讲你会主动要行娇小，真好。我如果不这样说，你会来吗？啊？啊！你即马讲这款话是什么意思？啊！你拄仔讲要行钱，啊！你是甲恁爸装笑的吗？你们赌场都靠做背影的，我为什么要还钱？哎呀，饭会当乌白吃，话明明乌白讲的啦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公安叫警察判叫啊？你不要骗，阿明就是因为抓到你们作弊才失踪的，我们都知道。你今天不给我钱，我就报警。报警？好啊，你即马就赶紧报警啊！我大车等你啊。想介绍，跟你讲，无我跟你修理。
来啦，紧起来啦，别再假死啦。赶快起来啦。大，我怎开呢？啊，那什么代志？大哥呀，我拄才在处理阿凯的代志的时阵，发生一挂意外，阿凯一摆已经死啊！你讲阿凯甲李有志发生冲突，啊，这样代志我怎样知？港头哦，四界讲，应该开个工地，所有人拢知影，两个差一点来拍起。哦，好，好，安尼我了解，我了解。啊，你知影要安怎处理啦吼？系。海哥，来，小子哥。哦，我拄啊在咧想讲要食水果。哦，啊！你落水送过来，哇！我敢那需要什么代志拢免开嘴呢，小事的哟。那个啊，啊，这拢是应该啊。卡叔讲哦，连这点都做袂到，我哪会的资格哦，会当留在你的身躯边？是讲拄只听到你提起李有志，啊，伊到底是搁惹什么麻烦啊？哪会无代无志，跟人起什么冲突啊？你即马是担心李有志欺负人，还是担心李有志叫人欺负？海哥，啊李有志哦，当初是这么无情，把我赶出李家呢，我怨恨伊都袂赴啊，我变哪有可能会这么好心，搁去烦恼讲哦，伊是毋是叫人欺负啊？还是讲你来去工地坐伊，海哥，你早就知影这件代志啊？歹势啦，我就想讲吼，你遐尼怨恨李家的人，我无想要让因李家的人有好日子过嘛，啊，唔则大主大义哦，走去替你出一口气啦。我无甲你讲，迄是因为吼，我惊讲你会误会，我是跳过伊，想要甲你讨公道的。啊，迄天有甲你通报讲哦，我去的人应该嘛有足详细甲你讲我伫遐的状况，你应该嘛了解讲我是安怎糟蹋李有志还佫屈有英的啊。嗯，你对因讲啥物话，其实我拢真清楚啦。是讲我这两天在想吼，想讲李有志甲邱月英安尼遐尼亲密，你错当会过牙个？海哥，李有志迄个查甫人真哩软弱呢。我对伊哦一点仔感情拢无，所以起码甲邱有英哦两个要安怎不和，迄对我来讲一点仔拢无重要。那安尼你应该真欢喜才对啊！海哥，我当然嘛足欢喜个啊！我已经讲过足侪届啊，我即卖心内哦都敢若海哥你一个人，你一定爱相信我，啊？
我现在不敢接你的电话，因为你若是知影我又开始饮酒，一定会对我很失望的。别人怎么看待我，我都不要紧。不过，今天准备对我说的话，就参照尖同款，一直在缠我的心肝。我真正无多心受。有耶，是嘞。来，我问你，一加一等于多少？哦，这个算术吼，连幼稚园囡仔拢会晓，无安康啊！你即马是咧烦恼阿妈心脏有问题，还是咧烦恼阿妈在读卡？有要紧吗？哎呦，我是咧跟你讲真笑的啊！我咧看伊反应真正常啊，哎，精神哦，搁这么好着，安尼我就放心啊。看到你哦，都搁想起你伫阮离家时阵，逐天拢互阿妈安尼足快乐，互大家厝内人拢足欢喜的。啊，是讲嘛真奇怪，你的个性明明都甲俊杰是安尼无同款的呢。嗯。是安怎？迄当阵阮所有人拢无发现你的身份啊？其实后来我嘛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，应该是恁大家希望讲俊杰敢。变个较快乐诶，啊，形容面对这种变化的时阵，你欢喜都袂赴啊，那有可能敢想遐侪，对无？应该是安尼对啦。啊，俊杰，若无去互玉英抱转去阮李家，我咧想，伊个性是毋是原来会甲你同款，遮尔啊乐观？这个囡仔，伫咧阮李家。每天生活在压力当中，万人事情都这样很谨慎的，不然不能犯错，而且都要去符合我们所有人对他的期待。现在想起来，我们李家这种环境确实是对准给这个孩子来说很残忍的。是的，讲真诶啊，你毋通生气哦。你嘛知影较早诶，你家哦，所有大大细细代志拢是你咧做主诶。啊，你诶想法哦，得决定哦。你家会是啥物款诶环境？啊，俊杰伫你家遮尔大诶压力，讲真诶，其实拢是你害伊诶。阿嬷承认，这是阿嬷诶错误，所以我嘛足后悔。我嘛一直在想讲，
假使我若卖予准格，生活伫诶即种无快乐、压力大诶环境，伊是毋是都袂惊骗去？好啦，你别安尼啦。啊，虽然讲哦，俊杰个性变甲安尼，是环境来造成。不过最后做决定的人嘛是伊家己啊，你放心，天公伯也是有目睭的，参像伊这种忘恩背义的人哦，真紧就会得到报应。阿妈无爱伊得到什么报应，其实，在阿妈的心肝内，伊同款是我的。你的孙对啊。阿嬤，拄则我是电话讲伊歹话，就是希望你会当把你心内底所有的话，其他到想法全部拢讲出来。虽然讲哦，你做无法度谅解俊杰，不过其实我也看得出来，你别无妄为。做阿嬤的人哪有可能给阮分甲结束？一片是因为我这代温暖无处理好势，才会去用手去。讲起来拢是因果。即马俊杰是一片的总经理，假使若因为安尼，会当让俊杰的内心得到平静，嘛算是阮李家对伊的淡薄仔补偿。你要听人咧讲，子孙自有子孙福，凡事都要看下开的。安尼人生哦，唔只过了轻松，过了自在，过了快乐，知无啦？恩公诶，多谢你啊，多谢你安尼甲阿妈开破。是讲阿妈听你安尼讲讲遮济吼，哎阿妈心内哦，感觉那个有一个问题哦。嗯，什么问题？这你问了紧。啊，无你是啥物时阵才要甲阿妈斗捡银角啊？歹势，我甲你开讲啊，讲者说许袂记得，我即摆随起来。哎呀！即摆对你来讲，睡眠是上重要的。今仔日我唔那是要买眠床，我爱买一种哦。会当帮助睡眠的床垫，投资身体健康比什么拢重要。您好，小姐你好，我想要买床垫，你敢袂当替我介绍一下？无问题，你若是想要找一个真正适合您的床垫，我会使帮你做测试。测试？什么款的测试啊？床垫不是倒起来软软的就好，伤软还是伤硬，对身体拢无好。我们利用精准的睡眠测试，量身打造上适合家己的床枕。有专利的人体工学，设计出五种软硬度的床垫，还有15种曲度和弧度的枕头哦。这么多哦？你这个怀孕中的准妈妈，应该要好好睡一下。最近我看你黑眼圈有较重啦，我对你想应该要换一组啊。你去倒看麦，看适合对一种。好啊，好，咱这边请。这边请。来，现在手压起来。嗯。等下帮我出一点仔力，看是毋是会当跟我对抗。嗯。好。小东，你是最美情花呢，手哪会这尔无力啊？我嘛唔知啊，我嘛感觉足奇怪诶。小姐，你的手会无法度出力，是因为这粒枕头无适合你。这甲枕头冇关系哦。是啊，这是因为你的身体无达到放松的状态，才会无法度出力。咱跟换一粒枕头来试看卖。哦，好。咱再试一遍。嗯，好。
真正是枕头的关系呢。真的呢，你瞧我这摆那么出什么难呢？安尼，这就是上适合你的枕头。想要到困啊，嘛有这么大的讲究。无唔对，阮的宗旨就是全身最放松的睡眠才是健康的睡眠。这位先生，你会带林某这回来家上适合伊的枕头，搁有眠床，真正是有够体贴的。啊对啊，我嘛伫咧想讲，阮某奈遮幸运，拄到我遮大心的翁啦。小姐来麻烦你，这个床垫还够有枕头，替我结账。好，无问题，请你稍等一下。啊，你拢唔免多看卖，就决定要买。你若满意，就一定是好的啊。彦斌，你敢知影我即马咧想啥？看你的眼神，我知影啦。啊，不过，爱甲你提醒一下，有一挂代志，伫个公共场合是袂用得做的哦。你是黑白讲啥？我哪会知影啦？我约袂着，你家己讲较紧啦。人讲吼，女人心海底针，我哪有可能知影你的心肝内底想啥？我是咧想讲，其实你太多讲的，拢是真的。我感觉我应该拄到你遐尼好、遐尼体贴的翁婿，真正是足好运。我这世人上幸福的代志，就是个甲你有一个家庭。不过啥？不过讲起来嘛足奇怪的，我感觉这一切拢敢若毋是真的。我有时阵啊，常常会怀疑讲，我敢是咧做梦梦，我就惊讲，我若是一醒过来，即卖只个幸福甲快乐，拢会无去。小东若发现我甲海王的交易，发现出门阿姨的意外，甲欺骗伊讲器官拢甲我有关系，这都唔那是一场美梦的结束，是我噩梦的开始。彦斌，你是在想啥？你是不是也感觉这一切拢不是真的？你莫胡白想啦。就算讲即马是伫做梦，咱嘛爱珍惜伫梦中每一分每一秒。啊，那我醒过来吼，我会甲家己搁讲昏去，啊，随到梦内底去找你啦。喂，啊，啊，不过我过来二十分钟，恰好都赶到现场呢。啊，刚今仔日无咧值班吗？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知影，安尼随挂过。好，好，好，拜拜。彦斌，是的啦，我有代志要去处理，我等一下无我都陪你去叫信阳出院啊。无要紧，无用做你，信阳我去接就好啊。啊，你好辛苦啊。嗯。哦，啊，是安怎我袂当直接去监地啊？即摆咱的一举一动拢有人伫咧监视，你一出院就走去监地，恐也会引起监党的怀疑啊！我爱赶紧找到阿凯啊，当面甲一切拢问候清楚。若是伊愿意作证，咱就爱赶紧想办法保护伊。你莫想到这尼啊天真啊！监党有安排真侪伊的人伫我的监地啊！啊，搁再讲啊，你都已经离开罗阳建设了。你现在要用什么身份跟立场去工地啊？安尼你陪我去啊？咱会当先去接待中心，改做我是去交接进前的工课，啊，才找机会去工地找人。安尼就算工党门去这件代志，咱嘛有一个借口会当应付伊啊。是啊，即卖是不是不管我安怎苛刻你，你拢一定要去？哥。你伫足惊，我伫工党基金会会有危险。要唔过，我若是较早找到证据，会当甲伊定罪，安尼都唔免阁惊。咱若是无赶紧行动，可
恐惊就失去这个机会啊！唉，好啦，我跟你做伙去啦。我即马先替你找一个借口联络接待中心。我罗彦斌，王主任到底？无紧，我伫个电话中等你，请伊来接电话。拄只因刚聊完工，唔是讲啊，手领人伫遐办公室。哎，不要紧啦，直接等伊一下好啊。惠玲讲要增加订单的数量，唔知厂长是唔是会当答应？不要紧，较等下哦，我着先自我介绍，阿伯也较辛苦呢，看是唔是会当争取到。处长，李总经理，你交代的代志吼，我拢照你的吩咐去做啊。我交代你什么代志啊？你讲一边的单会当等，啊叫我先去接彼个村里的订单，啊结果村里那边有打电话来讲，要增加订单的数量，安尼你敢无法度去继续等？啊，较等了，我等了，我先想一下，我再个靠你好啊。你又搁走来找我要创啥？你叫厂长先做我村里的订单，你安尼做到底有啥物目的啊？你咧讲啥？我听无。我去找厂长。伊俩总讲我是你，全部拢甲我讲啊！李俊杰，敢讲你是想要伫阮产品内底动什么卡手是无？你俩准你存的是什么大公司是无？我敢就需要这领狗工去对付你。李俊杰，存的是惠田的中心开设所在，卡手你若是对伊，感觉要甲有淡薄亏欠，那安尼我就拜托你，莫甲伊来找阮的麻烦，我好好做生意好无？徐安康。所以你即马是村民的狗门狗得着啊！既然是一只狗，那呢，就要将你的主人顾好势，要对伊永远死掉。等，你也袂甲我讲，你安尼做到底有啥物目的？我无需要回答你。你安弟哦，你家己公司的订单先还出货，你安尼做到底是要讲斗啥工？啊，是要讲害啊！你这只狗门狗目视阁真好，一旦发现有啥物唔对的所在，就随走出来乌白。俊杰，我真正唔知你咧想啥，你到底是阮的朋友还是阮的敌人？我若是让你知影我心内咧想啥，安尼就无趣味啦。别讲是无？好啊，我即摆就随去找李有贵，约到李俊豪因爸仔囝，我甲问看卖，看伊敢知影这个代志哦。你袂当去找因，所以因根本就唔知影这件代志啊！这所有一切，拢是你的意思，就当作是我亏欠惠婷的。徐永康，你给我调整一下，你这只狗门狗，以后卖搁浪费时间伫我身上啊！你一定要教我好好保护花田，绝对袂当让伊要到村里受到任何伤害。你有听到吗？要到有啊！这件代志唔通死给后辈讲，啊，若无死到，会去害到恁村里。你，你今麦到底是想要斗三工啊？还是讲？你对惠婷要够感情，
飞的较真济，这是一边的地盘，以后莫有白走来找我。敢讲你希望去让全世界的人拢知影，我跟恁厝里私底下咧勾结是无？紧走！这里哦。阿强，张队长，你敢知影阿凯即摆伫倒？伊今日无来呢。伊是毋是搁走去跋筊？真嘛有可能，伊昨昏就无倒来出事啊，可能搁跋筊未吧？真害呢！啊，你敢知影工地还搁有偌济工人伫跋筊？即摆跋筊已经极少啦，自从大家听到有人抓到迄间交警咧跋歹筊，就无啥物人敢去啊。你敢知影是谁抓到跋歹筊？这我就不清楚啊，我嘛是听人讲的。阿凯真正是输物件呢，明明知影遐在博歹筊，搁敢去博？你代志来啦！哎，你代志来啦！我讲大细声，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等下，阿凯啊，叫人抬死啦！李队，李队。李有志，阿凯，你别过来！阿公，阿凯刚真正死啊！我唔对啊，干头，叫伊停下，谁报警？是。这里，你有提到啊？真正无杀人，就无人会冤枉你。警方会把这件代志查好清楚的。来啊！谁啊？是我阿妈。妈，你好。嗯。啊，你哪会这个时阵来？我就知影你即摆逐工咧卖挂包，足辛苦诶，所以我昨工炸营养品来互你食。嗯，这鞋怎样弄啊？这是全新升级50+强力钙，它可以一次照顾你的骨骼、肌肉还有胶原蛋白。一次三效保养，和你一次保养到位。嗯，够足济哦，听起来袂歹哦。是啊，而且真适合你哦。但你即阵啊，唔是讲你逐工做生理就烦恼家己得袂着少年人的速度，还佫烦恼讲人客会嫌你动作伤慢。唉，咱人啊，就超过50岁。本来家己身体都爱顾好啊，尤其是咱查某人，这营养分哦，搁爱补充好少。是啊，你若是要让你家己保持每天工作的行动力，用
一罐，都摸唔到啊！因为这里面哦，增量的维生素 D 可以增进钙质的吸收，够增量镁可以帮助肌肉正常功能，啊，够升级添加维生素 C 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。你看，照顾的这么全面，你得让放心，好好做代志啊。听起来真适合我哦。是啊，而且哦，它这一定就抵两杯牛奶的钙含量哦。但你即阵啊，逐工做生意啊，徛规工，哦，当时啊，你毋是该带人去进香拜拜，实在是足无用诶。所以哦，咱进入五十岁之后哦，想要乐活过生活，那呢，就要好好保养身体健康。我知影啦，多谢你哦。免遮尔客气了吗？啊，那无其他的代志吼，无你到两早，看要等去休困了是安怎？我爱工课紧用用，要来做生理啊。虽然妈讲的态度已经无之前遐尔冷淡嘛，不过伊对我嘛是同款有一种讲袂出来的情愫。我们干那会当尽力继续来给伊友好。喂，我找啥人？我是李幼杰妈妈。你这么讲啥？我幼杰涉嫌杀人，无可能，你无可能。阿姐嘛，我后生即马伫喺度。遐我知影，我是鬼吼。讲有其他人，那有可能？好啦，妈，莫紧张，这内面一定有啥物误会。我看，找佳怡，找佳怡，甲咱斗阵去找有志。啊，若是有啥物法律的问题，会当请伊斗相共。好，我敲电话。新杂，能吃啊？新杂，哎，越南话你也会讲？我会啊，你妈妈昨天晚上有跟我聊天，她教我的。雪山公主，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啊？你怎么了？我已经答应给你叫爸爸了，你还哭给我看？你们先聊天，我去房间打扫一下。谢谢。雪山公主，前两天我看你哦，脸色还很好看呢，人也变比较漂亮哎。怎么今天看你就变成这样子？脸色不好哎，这样越来越难看。不要说牛魔王不喜欢你哦，不爱你哦，连猪八戒看到你哦，他都会吓一跳哎。哦，好了好了，你先不要哭。哎，对，我有带那个零食来哦，你看我有带好多零食，给你吃，来，给你吃。不要。师太，师太。好了，不要一直讲，吸嘞。靠肝起胀，不吃零食就不要吃嘛，对不对？你安尼，我顶多会拍死你啊！你无食，我食较侪，我顶多欢喜。我紧啦，不爱食就卖食哈。爸，拢怪我，我看唔到人，我才会让蔡振祥迄个粪扫入来烂到，家己害到安尼。我想着你后爸死人拢安尼，我真正感觉足自责的。但是偏偏我什么代志拢无法度做。爸，是的。铁扇公主，你不要这样了，不要生气了。不吃零食是好习惯呢，
你这样子哭哦，我都以为是我自己带零食来引诱你，是我不好嘞。我该拍谁啦？你不要这样子啦。只是说你这样哭哦，我会心痛哎，我的心哦会跟着你的眼泪丢哦。你掉一颗眼泪，我就丢一下；掉两颗，我丢两下。我喜欢你笑，因为你笑，我心里也会跟你蹦一下。你笑两下，我就蹦两次哦。我喜欢你笑。妈，你都安慰我，我都感觉足轻松。我不应该和蔡振山你白难同，那么我的情人也袂安尼啊。我妈都是我的不对，妈歹势。好，你不要这样子啦，你安尼哦，我嘛感觉真艰苦，你知无？你真的哦，跟品轩阿妈哦差好多、哦。我拿零食给品轩阿妈吃的时候，她会笑哦。可是我拿零食给你吃，你就在哭，你们俩好奇怪，不一样。你又不拿零食，好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好了啦，没事没事，我收起来。你行较紧的啦！你拄我无看到铁扇公主看较伤心了，一定是牛王去求啊！我要叫我仙女姐姐去主持公道了。头家，你是卖着急啦，太太出国去啊，你来公司嘛找不着伊啊。你卖甲我骗，伊无出国，伊即马伫台湾，我已经感应到伊的气场，你知无？行较紧，较紧。啊？数量唔对，那即马才讲啦。随便交会安尼，我是要安怎甲人客交代？啊，无，我先来去仓库看够有库存无？好。牛魔王怎啊？那你先继续行。无，等，我临时吼，做水单，你去甲买绿豆冰沙花啉好不好？我未使帮你一个人伫遮，无，我先带你去办公室交代好秘书，了后再过去买，好不好？无啦，你遐尔啰嗦要创啊？迄办公室我做熟了，我家己来去了啊。我即马就是做水单嘞，你紧去下边，紧较紧。好啦，无我先去买，你伫个办公室等我，别走哦，别走哦。无问题，无问题。没问题才有鬼。你刚才，你去了铁扇公主，我替你主持公道。
在给你拍，你敢无感觉疼了？你莫阁做啊！你要搞惊死啊！我操你啊！等下，当初你要带雅娟的时候，你跟我讲过什么话？你答应过我什么代志？我是欣赏你，信任你，才把我上疼惜的查某囝嫁给你。结果你安尼伤害，糟蹋你，蔡正祥，你敢唔惊？我等下给你偷笑。你给我蔡正祥，爸，刚刚你真济啊？废话，我今嘛比任何人搁较清醒。你看你妈糟囝，你想看卖将来？那是有人啊！你欺负品轩，你也来对待伊？我你安怎？你是不是跟我即马同款，给对方一顿臭骂？因为你伤害，就是我上该疼惜的人。你安尼伤害雅娟，我嘛袂让你好过。记得清楚，爸，你叫我。爸，你想什么偷我啦？太厉害！我替铁扇公主给你踢了呀！我这卡叫做回马踢。回马踢，笨蛋！耶！我变得很快，绿豆冰沙。记好清楚哦。拜拜。新娘妹，新娘妹啊！拜拜，拜拜。回马踢就断了。够厉害了！阿凯又跑借钱啊！啊，不过我不是因为伊无闲钱才甲伊冤家，我是足生气伊走大脚的。我叫伊甲别人借钱来还我，就是因为无希望伊去大脚，我真正无要逼伊还钱的意思。阿姑，我想起来啊，我的酒是伫工地对面的超市买的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你之前有袂记得是搞我代志，你怎啊讲我想起来啊？我想袂起来啊！我真正唔知我当时当个工地，嘛唔知影啥怎有迄个刀啊！我嘛无印象有甲阿凯见面，我当然嘛唔知伊啥怎死伫遐。现在先生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可能也拢是为着伊好。我哪有可能为着钱，就该杀死啊！我规间公司拢互抢去，我拢无报仇啊！哪有可能为着一万块去杀人嘞？李先生，其他的代志，阮会继续调查。你是不是有杀人？法官会以证据去判断。案情哦，哪有需要，我会通知你过来做警巡，请你一定要配合。好，一定要配合。我是李有志的委任律师，敲门外的当事人。李有志先生哦，已经在内底做笔录了，阿姨马上就出来了。妈，有人！有人！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安怎这十名安看得到你？我不知影，我真正不知影。我这心情不好，去买酒来饮，然后就什么拢未记。我真正不知阿凯是安怎死的。我真正无应该饮酒，什么代志拢未记，我真正真后悔。好啊，你先饮酒就来，主持人别当解决代志。嘉怡，嘉怡来啊！伊当甲你斗三工，甲代志查清楚啦，吼。是阿姑，你若是无杀人，花露一定会还你清白。我无杀人啊，代志都袂记，应该是无杀人才对啊。刘姐，你是妈妈天帮天使，妈妈相信你，妈妈相信你绝对袂杀人，绝对无杀人。歹势，我们甲李有志先生移送地检署。Yeah.
中英，幼稚，我无太郎，我真正无太郎啊！我真正无太郎，不要求求我，幼稚无太郎啊！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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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太太，我这两天较无闲啦，我后礼拜再搁跟你约好不好？真歹势，真歹势，好好好，多谢你哦。佳怡啊，我讲伊无和你阿舅交保哦。这太郎是同罪，而且法官啊完全接受这检察官的意见，所以唔才会做出羁押这个决定。佳怡，你一定要紧想办法救你阿舅，你阿舅是无辜的。我嘛认为阿凯的命案有足侪疑点的，啊，不过工地监视器证据案确实有拍到阿舅家己去命案现场，而且有足侪工人拢知影阿舅甲阿凯哦，因两个人有纠纷，连工头拢有看到因两个人起冲突。这无论是命案的时间点，还是犯案的动机，对阿舅拢足不利的。哎，我感觉真奇怪呢。幼稚啊，伫迄个工地已经做工课一段时间了哦。照理来讲，伊应该真清楚倒位有监视器。哎，伊若真正想要杀人，哪有可能无去闪避镜头？伊拢唔知影啉偌济酒，伊几点哦？回去工地拢唔知影，伊哪有可能想讲哦，要去避开监视器？尤其顾上这样善良，伊绝对无可能因为对方欠面子无用都讲台，伊无可能安尼，无可能安尼做啦。好啦，妈，你较冷静个啦。假如咱家己拢乱去，哪呢？啥物人来跟尤其斗三工，对不？即摆尤其派着善良的罪名嘞，我变哪冷静啦？阿妈，好啦。佳怡，你敢确定个监视器拍到的人是恁阿舅啊？这监视器画面的截图虽然不是很清楚的，啊，不过伊服装跟身形看起来，应该是阿舅摸唔着。啊，那真正是安尼就害啊啦！啊，这么多证人，还佫有证据，安尼拢对幼稚不利呢。你看咱是不是应该爱靠劝幼稚认罪，才有机会逃减轻伊的罪行？人都唔是幼稚杀的，咱哪会叫幼稚认罪啦？我嘛唔相信讲幼稚会杀人啊，啊，不过咱唔相信嘛无效啊，迄嘛都爱看法官伊是安怎想的。啊，假使法官伊若是认定讲人就是幼稚杀的，都唔是伊讲伊伫烧酒醉啊，啥物拢放袂记的，安尼都无责任啊。所以我唔在想讲，假使真正若无法度判伊无罪，啊，上无咱嘛都要想一个办法，可以当减轻罪行啊。阿金，阿舅恢复记忆了后，你敢有带伊去病院做检查？有啊，奶奶麻烦你，把伊的检查报告拢调出来。啊，伊最近也想咧食药啊，伊所有的用药清单拢给我。啊，佳怡。你要提这资料是有啥物用意啊？阿妈，我总是爱做上歹的拍算。假使讲拢无任何证据会当证明阿舅是清白的，那呢，我可能就要为伊的病历资料去找机会啊。喂，爸。哦，你有一个案件我知影，啊，不过迄个命案不是伫阮管区发生的，所以详细状况我嘛无啥了解。爸，你个阿忠真是莫遐尔着急，迄个医工嘛真正不是伊杀的，阮警方嘛袂冤枉伊。好啦，我明仔载阁问我的学弟，我了解状况了后，再阁甲你讲。嗯，好，先安尼，拜拜。
奇怪，哪会敢那有人来对我？敢是我想伤济？相信你有一个太郎的，就算讲阿凯借钱无去，伊只好去甲公司反映就好啊。咱安怎想无重要啦，你有一个人家己做过啥拢袂记啊。强检法官会认为伊伫咧推卸责任，这对伊的案件哦真不利啊。哥，敢会是有人要陷害伊啊？啊，有想想要安尼做？你袂记海王甲丽佳冤仇偌深吗？伊甲丽佳害甲一无所有，嘛无想要放伊一条死路的意思诶。这件代志哦，交予警察就好，你千万唔通插手哦。这桩若真正是海王做诶，你若硬要去查真相，一定会有危险。你有一有罪，也是无罪，我硬要袂去查。也毋过，我无法度放弃追究器官买卖代志。这间交警已经害到足侪义工啊！你若是阁无采取行动，就等于是海王的帮凶啊！啊，你抓准讲哦，我拢无去阻止这个义工去报警，我是有嘴讲啊无烂呢。宿舍那边管制嘛较强啊，要唔过是有人为着钱买滴性命，啊，我会当安怎？那是这个义工一直讲袂听，那你只有去检举那间交警，安尼才有法度解决问题。你先莫冲动啦！我甲你讲，海王若发现哦，咱要对伊不利啊！伊一定会对咱先下手。我是惊死狗，唔那是你甲我啦！连小东甲伊巴肚内底囡仔拢危险。你讲啥物危险啊？我是伫讨论咱工地的代志啦。我真正是想袂到讲哦，这咱罗阳的工地会发生命案啊！我听到这个消息，嘛感觉足意外的。无人看到你有一动手啊！啊，到场的时阵，迄鱼缸淹死啊！啊，你有一最敢唔知影人，伊家己做过啥，伊根本都唔知影。讲起来嘛足感慨的。我会记得以前细汉的时阵，当年土地公司里办桌，有一阿姐拢会捐出侪钱的，佮会亲自来发放奖学金。我会记得伊是一个足客气的人，讲伊的胎人。我真正唔相信。其实我嘛认为这个命案有足侪疑点的，尤其是警方讲，迄个义工根本就无啉酒。那你李友杰啉到醉茫茫，伊哪有可能拍赢一个逐工做粗工的少年人啊？信仰，你敢认为凶手是别人？啊，无啦，迄信仰乌白叫的啦。我心肝小袂啊。我的宝贝水母上班一天已经真忝啊，来阁讲遐案件的代志啦。啊，而且哦，这个案件也毋是因管区伫咧办的啊。你若无好好互伊休困哦，我看哦，死狗伊巴肚内底宝宝会向你这阿公抗议哦。好啦，你拢讲着宝宝啊，我若无紧去休困，等下你念完，着我先念要念完。系啊。好啦，安尼我先去休困洗身躯啊。你若无想要害小东哦，都莫甲小东去讨论遐工地的代志啦。伊甲你同款的，是最有正义感的人。伊若感觉这个案情无单纯哦，就算讲唔是伊的案件，伊嘛同款会去查。我知影。喂，阿秋，我有一件代志要拜托你。
我即摆逐天拢甲监听器放伫个轮椅无同款的所在，安尼亚军就唔知影我甲监听器藏伫个倒位啊，也袂互人发现啊。啊是讲哦，亚军最近嘛真乖，无够别讲话啊。可能伊是知影，反恐嘛无路用啊，就乖乖啊听话。这是阮爸买给我的营养品，你泡给我喝好不好？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啊！我差一点啊，就变臭鱼人啊！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安怎渐渐这变安尼？奈无声，谢军搁伫咧变声棒啊！哎，红灯没有亮了，它坏掉了。这谁安装的？谁给你监听的？啊？阿英，以后我就甲你解释。已经替我把监听器放伫原本的所在。然后替我打电话给刘嘉文，我有重要的事要找伊，紧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我他关机了嘞，开机啊。应该是在开会。阿燕，拖仔内底有天威集团的名片，你打电话去找刘嘉文，紧。喂，你好，喂，我要找刘嘉文小姐。啊，他去出差还没有上班哦。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要跟他说，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还不一定哦。哦，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刘嘉文出差几啊天啊，应该差不多要回来啊。哦，不然我出去找他。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，你发生了什么事，你跟我讲，我会一一告诉他。阿英，你这么嘛看到啊？我喉咙干条，我一点啊自由拢无，所以这件代志真正足重要的。你去甲刘家文讲，管保就是。先生，安娜，恁在讲啥？看我日来就常常唔讲话啊。无啊，没有，我太太叫我泡东西给她喝，然后我听不懂，所以我泡错了，她发脾气了。这样啊，阿英啊，你没事情可以先回去了，叫我来处理。啊，不过我也没下班啊，啊这样子会被老板扣薪水呢。你放心，做你回去，我不扣你的薪水。哦，这样哦，那谢谢先生。那太太，不好意思呢，我先回去了，哦，不好意思了。
这监听器哪会弹起啊？敢讲是你叫阿英家创歹去的？你了做我有特异功能哦？你大概拢把监听器藏在无同款的所在，我哪会知影你藏在倒位？还佫有，我明明就知影你伫个监听，我哪有可能叫阿英做这种代志？我若无，这物件明明就好好的，哪会样样歹去？可能是拄只阿英小可啉水的时阵，无在意去破到抗监听器的所在。那么我嘛唔知为虾米安尼。夏君，你伫编故事哦？你即摆已经变到安尼，阁想要避鬼避怪啊？你是斗袂过我的，就参照刘江同款啊！伊一直在怀疑我，提防我。过来搞我突击检查嘞，结果嘞，你查着啥？无嘛，搁我骗到玲珑社嘞。讲到刘佳伟，刘佳伟已经几啊天无陪阮爸来看我，阮爸嘛讲，伊足久无甲刘佳伟讲电话，是毋是你？还有 Jessica， 甲刘佳伟安怎？你讲刘佳伟甲恁爸，佮敢无联络啊？秘书说刘嘉文临时取消机票没出国，结果他也没回家的，甚至都没跟家的人联络，他到底是走去哪里了？还是说他发生什么事情了？